奥克维尔湖边儿，还有奥克维尔湖边儿。然后这儿哈，以前可以钓鱼，现在不许钓鱼了 ，no fishing。这儿呢是不允许跳水，是不是游泳我就不知道了。diving jumping 这是跳水。然后你看我们小狗子，小狗子最乖了，高兴极了，哎呀，一来就高兴。然后这儿呢就是离着那石头远点儿，你别那个在石头那儿也是 warning。Warning 也是一个是，警告还是注意，它有不同程度的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不是石头，别走石头那儿。